出来的草料效果非常好，但是咱们养殖户一定要记住啊，它可不是一个万能的机器啊。什么叫万能呢？就是无论养殖鸡鸭鹅还是猪牛羊都可以，这机器不行。这机器啊，你养殖牛羊啊，效果真的是非常好，这机器可以。鸡鸭鹅猪牛羊，鸵鸟的肚子干啥事情？而且呢，也是干脆两用。另外呢，多了一项功能啊，除了打草鞣，还带一个粉碎，所以它出来料可以非常的细。咱们用这台机器粉碎了一些玉米秸秆，咱们看一下。这玉米秸秆是用20毫米的筛网，20毫米就是2公分的筛网出来的草料，相对来说呢，它不是草粉的状态，但是这种料去压颗粒已经非常漂亮了。然后呢，今天啊，咱们用这种料混合少量玉米粒，教大家如何压制颗粒，大家也参考一下，用那个全自动万能的粉碎机。压颗粒效果怎么样？咱们直接开机。这个呢是给四川的一位张大哥研磨好的一台230的飞机，咱们一起来看一下。这个大哥是养殖的，看一下这个效果如何。我们是用这个，不说草粉啊，但是这个草非常的细，所以呢，它下料速度非常的快，所以产量更高。像那么一大盆料啊，压缩了这么多，很快啊。您可以翻一下我这个时间，可以拨一下这个进度条，看一下用了多长时间。机器特别的快。如果您对颗粒养殖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在下方留言，咱们一起探讨探讨。感谢大家支持。